接待的这个接啊，提手旁，竖钩呢偏右一点点，来个小钩，不大啊。OK， 右半部分，我把力啊写的高一点啊，要略比提手旁高一些，点和横不相连啊。接下来这三笔啊是常用的部件，大家注意撇画和横相连，点不是，点啊是一个独立笔画啊。这个部分不要写宽啊，尤其是下边这个横千万不要写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半部分呢有个女咯，这个女的这个长横呢是很长的。我们看一下撇点，这个笔画呢超长啊，撇点，这个点一定要够长，而且是弯的，这个不是直的啊，撇点的点。接下来撇画和它平行，向左收笔，长横，注意看啊，哎，它有够长，托笔，上窄下宽。那么整个的右半部分呢，它有一个上下的比例，大概啊是2:3的比例，2:3的比例，这个比例关系不要搞错。